迷之音这首歌徐佳莹也不准翻唱。你的情我就讲，到这地步我不能豁出去吧，靠我爱上你，是我不高兴，我爱上你，真可惜不爱你，你真的是你。真的有猜到？有吗？因为有一大堆人私讯我说，娃娃你是不是要当曾佩慈的嘉宾，然后我就假装没看到。然后呢，其实我有时候看到娃娃的时候我会紧张，所以那时候去上你的节目的时候，你看到我就跟我说，哎，曾佩慈我很喜欢你的，怎么能这样。对，他刚才唱的时候想说，为什么他不要让我上台唱。我们的爱情怎么能这样，再继续 cue 他们，如果你要唱怎么能这样可以、哦、对，等我离开的时候等一下，你们以为我要下台对不对？不是，是他要下台。而且在下台之前我还要说一句话，迷之音这首歌徐佳莹也不准翻唱。再见，我要下台换装了。你知道我刚刚怎么了？你开什么？我今天这样上去会不会很像要跟你结婚？你想要去结婚？